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恶魔，有的人选择了囚禁，于是他们成了好人；有的人选择了释放，于是他们成了恶人。我叫江汉，我是一名心理医生。有人居然把我变成了一名画家，而且还卷入了一场离奇的事件中。醒了，姐，你怎么起这么早呀？还早啊？你看看这个就笑不出来了。完了！哎，那是我的毛巾。哎呦，什么你对我的呀？我们从小就一起吃一起住，你的就是我的。你都这么大了，难道不想自己一个人睡啊？姐，你也知道的，我要是自己一个人睡觉的话，我就会做噩梦的呀。再说了，你也没有男朋友呀。还笑，还不是你害的呀？去洗澡。画了这么久，你还是没有灵感。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给，我经常去，很管用的。
怎么样？还行。你今天打鼾很严重呢。真的吗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看视频啊。哎，不可以乱动别人的东西。里边藏了什么不能看的秘密吗？都是一些机密文件，只有我能看。我也不行。不行。那我走了。嗯。出去把门带上。嗯，知道了。拜拜。请进。不好意思，请稍等我一下。没人告诉过你，乱动别人东西是不礼貌的吗？抱歉。请问你是？江汉。我好像没有你的预约吧？那、啊，朋友推荐的。那好吧，请坐。不用这么紧张，只是看病而已。看病？我没病啊。你平时压力大吗？有一点儿。这就是病啊。人的身体会发烧感冒，人的精神当然也会出现问题。精神不可能不出现问题，就像身体不可能不生病一样。还有呢？理论上来说呢，人之所以会生病，是因为病毒细菌的入侵，人体中毒。其实各种病况就是中毒、排毒、杀毒的生理反应。而人之所以会病死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五脏已经渐渐衰老，变得无法排毒。其实我们是死于慢性中毒。其实精神和心理也是一样的意思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累积很多的负面能量，而这些负面能量就会变成像魔鬼一样的居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你的意思是我到这儿来是来抓鬼的？可以这么说。好，那我们从哪儿开始？就从这里开始。这是个不错的开始。准备好了吗？应该是吧。姓名？江汉。工作？猜不出来。我猜不出来。我要下班了。你还没猜出来呢。下午几点上班？下午休息。
姐，我跳的怎么样？跳的真好。我有礼物送给你。你看，哇，像不像你？谢谢姐。对了，我去换下衣服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嗯，好，等你。哇，我听小萌说，你以前也是跳舞的，干嘛不跳了？你和小梦跳起舞来默契真好，看起来很般配。我们只是舞伴儿。什么怎么样呀？难道就没发生什么吗？正是因为整天搂搂抱抱的，才觉得没有意思呢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们都在一起相处20多年了，你不是觉得更没意思？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姐，我逗你玩的。姐，我是逗你玩的。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就知道逗我玩。走，我请你吃饭去。你说的。嗯，走。谢谢你啊，赵医生，谢谢。不客气，那我不送了。嗯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请你先。看啥了？是啊，第一次见到连标签都不取就把衣服穿出门的男人。哎，今天你来得很早，不用上班吗？对，请坐。其实你的病情不严重，每周来一次就可以了。其实你知道吗，医生，我真的不觉得我是个病人。每个刚来这里的病人都这么说。你每次都要录像吗？嗯，录点资料。通常坐那个位置的是我。你也是医生？嗯，画画的。那你画的模特都不穿衣服吗？那要看我画的那个模特漂不漂亮。我开玩笑的。我也是。醒了，睡饱了，走了。嗯。
今天下午有空吗？今天下午没空。真没空。真的没空啊。那你想吓死人呢？你喜欢他？啊，现在小孩怎么那么直白啊？她很漂亮，我又单身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对吗 ？OK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你赢了。先去坐。喂，姐。喂，小梦，妈出事了，快去医院。什么？以后我会找个护工。我会尽量每天都去看妈，你一有时间也去，知道吗？姐，妈要是哪天不在了怎么办呀？你别瞎说。可是，我看你赶紧找个男朋友，让妈安安心。你怎么不找？我每天三点一线的。去哪找啊？是你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？那么多的病人，就没有一个好的？我不和自己的病人谈恋爱的。死板。还说我？那周子俊呢？他又帅又疼你，你怎么不找他？哎呀，我都说了他不是我的菜。那什么才是你的菜啊？我喜欢那种幽默又文雅、艺术又带有野性的。啊，你醒了？有一会儿了。我怎么没发现？看你想事情入神，没敢打搅你。你有心事？没有啊。有心事说出来，我帮你开导开导。好像我才是医生吧？嗯，临时客串一下嘛。别客气，我不收费。东东，你来了。想找人说心事了，打电话给我。你想通了？先去那坐着等我。嗯，好吧。
哎，刚才你扑我干什么呀？我以为你是白痴。有的时候事实真相呢和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。那个，哎，你就不表示表示啊？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就完了。那你还……你听好了，你呢需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、名誉损失费、青春损失费和义务损失费。哎，正好刚才我看中了一件衣服，你要表示表示了吧？还有最重要的，你要请我吃饭赔罪。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啊？别愣着了，走，把衣服给我买了吧。哎。Monsieur, voilà, s'il vous plaît. Tu penses qu'on devrait dîner quoi? Notre foie gras est très bon. Ah, 对不起，我没跟你说话。嗯？嗯，你以为呢？虽然刚刚见面，但我觉得以你的性格，不是应该说什么贵点什么吗？好。那就什么贵点什么。哎，鹅肝酱煎鲜贝、洋葱汤、焗蜗牛、沙朗牛排、马赛鱼羹两份，然后再来瓶五年的 Southern Rhone。太平。这是一套完整的法国套餐，虽然已经是北简化过的，但真正的法国大餐能吃两三个小时。那得多少钱呀？等一会儿结账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满意的。你不生气？今天是我莽撞啊，应该向你赔礼道歉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妈，我来了，准备吃饭了。小梦呢？他今天有事来不了。妈，今天我给你熬了粥。来。我不想吃。叫小梦来喂我。小梦，她要明天才能来。妈，你吃饱了，才有力气等她呀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吃死了，你就带我来吃这个。那我再给你换其他菜。不要，我觉得他这肯定所有菜都不好吃。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当当！哇！等我一会儿。你去哪儿？
你还没走啊？怎么了？希望我走呀？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随便的人。从今往后呢，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。啊？哎，我……这就是我的电话号码。以后我的短信不能不回，电话不能不接，听见了吗？要记住了。哎，我你，哎，就算不回家，你也该写个短信吧。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呢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就是你说的那个很帅的凯子吗？你动作未免也太快了吧。这就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怎么说？姐，他真的是很帅很帅，而且昨天我们还破获了本世纪最大的抢劫案。抢劫案？他还救了我一命呢。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文艺又野性的真命天子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看你是电影看太多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是吗？姐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姐，你什么时候解决你的个人问题啊？都这么大了还没有谈过恋爱，哎，我都替你感到着急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啦？
有是有一个，只不过是我的病人。你也知道我不和病人谈恋爱的。你怎么这么死板呀？就不能变通一点？哎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我帮你把把关。嗯，算了吧，倒是把着把着又被你拔走了。这回我会让着你的。谁要你让啊？姐，说真的，你真的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的个人问题啊。嗯，那好吧，我去跟他说说，试试看。那怎么了？有心事？也没什么。不想说就别说。今天我不是来做心理辅导的，我是有事想跟你说。那正好，我也有一点私事想跟你说。私事？明天晚上你有空吗？是这样，明天晚上有一场电影，我在想。你这是在约我？我没空。 Surprise！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就说过我们两个很有缘分的吧。姐，这就是我的男朋友。你说怎么这么巧呢？正好在你们。他是我的病人。怎么样，姐，我的男朋友还不错吧？嗯。我们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呀？改天我带来给你看看，你肯定很喜欢。好，我出去一下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姐，江汉是不是就是你喜欢的那个病人呀？不是，你别瞎猜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姐，我真的很喜欢江汉呢。
嗯，先进去吧，妈身边不能没人。你心情不好？没有啊，没休息好而已。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就是医生。医者不能自医。那我走了。啊。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没有啊，谁告诉你的？不用别人说，我自己能感觉得到。他是谁？不告诉你。画的是我呀，我脑海中一直有个女孩不停地在跳舞，只是容貌不清晰。现在我知道她长什么样了，就是你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到。我要下班了。现在是上午。我要下班了。我想跟你说说小梦的事。在你家，怎么没看到你呀？喂，你在听吗？我在听，你等我。
要不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买啊。
静姐。雪梦，别太难过了。我送你吧。嗯。静姐爱。都是我害的，都是我害的。姐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在母亲的葬礼上，妹妹遇到了一个男人，她一见钟情，回去以后她把自己的姐姐给杀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觉得，只要把自己的姐姐给杀了，这个男人就会再次出现在葬礼上，是不是很变态？是不是很刺激？你有权去追求你的美好，这是你教我的。自己回去注意安全。爱是自私的，你要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。我说几句话就走，这样下去
对谁都不好。没事，你们开心就好了。我妹妹她虽然很任性，有点孩子气，可是她很善良又大方，是个好女孩。你一定要对她好。我会的。对不起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次疗程，做完这一次，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汉。从事什么职业？绘画。你爱赵雪梦吗？你爱赵雪梦吗？你爱赵雪梦吗？你爱赵淑珍吗？小梦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要演出吗？今天晚上我不演出了。姐，一会儿我请你出去吃饭吧，嗯，吃点好的。请我吃饭怎么好？那等我打完这点，啊、嗯，等一下。去下洗手间。
江汉。给你。别误会。姐，你不是说你们已经断绝来往了吗？你们为什么还会见面呢？你误会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有骗你。小梦，你别误会。小梦，小梦，小梦。小梦。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你在哪里？小梦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是你相信我，其实我和江汉真的没什么。你为什么不过来？做贼心虚，不敢过来吧？问心无愧就不用害怕呀。那天我真的只是拿一些东西给他。我不要听你这些。姐，我只要你一句实话，你是真的真的爱江汉吗？说什么？你不要再骗我！你不要再骗我了！你不要再骗我了！是，我是爱他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这就是你要听到的吗？啊？怎么可以这样？可以这样呢？姐，从小到大都是你让着我。该我让着你了，该我让你一回。他是我的。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
骗我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出什么事了，赵小姐？我们会再联系你的。这不可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点东西吗？你姐姐，你姐姐她。你杀了他。你杀了他！你杀了他！你杀！你杀了！你杀了他！你杀了他！你杀了他！你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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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雪梦，
哭啊。雪梦，我知道你姐姐的事情对你造成伤害很大，但是你记住，你还有我呀。别哭啊。你别吓我，行吗？待几天，多几天，好不好？去我老家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就说你身体不舒服，这样他们也不会怀疑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走。这样，雪梦，你听我的，在这等我，我去开车，好不好？你快去，千万等我啊！你快去吧，别乱走。Thank you.
我没事，没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妈妈。走吧。雪梦，我终于可以把他送出去了，但我宁愿永远都送不出去。杯茶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到一家不错的婚纱店，一起看看。东东还在呢。嗯，没关系，他醒了你让他自己关门走就好了。啊？喂，淑珍，子俊，是我。我来拿雪梦的东西。我现在人在外面呢，要不你自己去我诊所，东西我都密封好了。不过你得快一点，东东他现在应该还在的。知道了。嗯，
那好吧，再见。麻烦问一下，你知道赵淑珍把赵雪梦的东西，他放哪儿了呀？会为了江汉杀死他吗？会。你说的没错，你为了江汉杀死了自己的姐姐。第一次听见这个声音，你会从睡梦中醒来，你会听见赵淑珍在你身边喊着江汉的名字，你会嫉妒，你会开始怀疑，会四处搜集证据，并且找到证据，然后你会约赵淑珍去海边，但是当你第二次听见这个声音，你就会回到汽车里，迅速地陷入熟睡。雪梦不惜杀死赵淑珍。当你听见这个声音，你就会从睡梦中醒来。当听到这个声音，赵雪梦就会从睡梦中醒来。赵雪梦用木棍杀死了赵淑珍。赵雪梦用木棍杀死了赵淑珍。他将尸体扔到了海里。将尸体扔到了海里。赵雪梦杀死了赵淑珍。赵雪梦杀死了赵淑珍。江汉要替赵淑珍报仇。江汉要替赵淑珍报仇。这会是一场交通意外。会是一场交通意外。
你说什么？怎么啦？赵淑珍，你涉嫌故意杀人罪，我们现在正式拘捕你。这是真的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听我说，赵淑珍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是他害死了雪梦，他害死了雪梦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下了一个魔咒。现在证据确凿，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。你要做什么？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，不要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！从小到大，我什么事都让着我妹。任何事都是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她是我妹，我就什么都要让她？凭什么我连你都要让给她？江汉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。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你别让他们抓我好不好？雪梦想要先杀死我的，真的是雪梦想要先杀死我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江汉，你相信我，站住！是雪梦想要杀死我的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江汉，你是我的，江汉，你是我一个人的，江汉。你吃过的食物，我们做了检验，里面含有有毒物质。不过你放心，是慢性毒素，如果服用时间不长的话，应该没问题。但如果服用时间超过3年，可能会导致性无能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好，请问赵燕在哪个病房？江先生，这边请。啊，太大了，差点迷路。江先生，跟着我就行了。嗯。江先生有女朋友了吧？嗯，没有。怎么，你准备给我介绍一个？你怎么会想到来我们这里探访精神病人呢？我听说我以前的病人赵燕住在这里，
不知道他现在的病情怎么样，我来看看他。周医生，这位是周医生。你好，周子俊。江汉。赵雪梦。啊，看来他挺安静的。哦，刚打了镇定剂。他的病什么情况？偏执型精神病，他喜欢妄想。哦，有什么具体表现吗？你要问我的呀，都在这里，自己慢慢看吧。怎么这么认识啊？啊，连我们的名字都有。像他这类的病人呢，喜欢把自己接触过的人和事物，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。并坚定不移地深信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。那这里面的主人公为什么不叫赵燕？他在潜意识中会刻意地避开自己的真实身份。给我来一下。Thank you.